孩子们要放寒假了，给家上了两个多月的网课，这个老师通知让去叫被子带回来，然后叫寒假作业领回来。那会不会领奖状呀？你都没考试，谁给你发奖状？俺哥哥有吗？那哥他们也没有，等到开学了考试，然后发奖状。那我也是。啊，你也是开学了考试发奖状，给家没法考，上网课都没法过。给家，你要是给家让他考吧，他不自觉。放寒假了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开不开心？为啥不开心啊？因为以后，给不放一样。你还得写作业哈，你去给那哥打扮时候举被子啊。他不住校，啊、哦，他没有住校。找到你的味儿，俩月多没来，找不着味儿了。木牛茶杯，你的茶杯不是忘拿回家了吗？端着吧，端到车给。去吧，恁俩先叫这东西搁车上。来去吧，还有戏没有孩儿？没有了，举完了走。看看这哥哥多体贴妹妹，给那几个领了，给妹妹领。那姐姐，那姐姐十号才领的。我给你领书。中，去领书吧。妈妈。哎。你再给我生个妹妹。再生个妹妹暖了。我要搂着她。咦，我到时候搂妹妹都不搂你了。好，书也领了了，被子也弄了了，寒假正式开始。妈妈，谁要给到屋里边了？正好出现在家门。好，那今儿的学校一样运回来不得了，越南越北，越个西边的。如果哥哥考上东，我考上北，龙考上南，东西南北。你还才运回来？老头，那最想的学校的啥？最想的学校的老师。老师啊。我摆的房子还没等到好嘞。哦。我正搁这摆地的。嗯，给幼儿园得不得？不咱那不是去买东西了？啊对，走。走，去了。耶。你摆的是啥呀？幼儿园都快不属于我了。啊，你毕业都不属于你的学校了。属于你的母校，主要是个果冻迷，走到哪儿都是果冻。哎呀，这磨一爽了，抓吧，多使点豆干，那几个都得吃。那次，奶奶给我买的时候，让我几口鱼。快给你的书，都拉回来了，被子。嗯。刚好就放在搁那晒着，晒着了，晒起来洗洗，过了明天中午走啊。好。这几天的天怪好了，对，这些姑娘可不雅呀，我这破俩红包的挺好，冷我不错，凉快就好了。我这冷的可不少。回家吃饭，这是排着队，你咋还带个一把呀？我长的。哎呀，你长了，今儿个坐到这外边吃了饭得劲，暖和的不得了。我一双棉袄烤吃啊，吃吧。你看你热的，主要热的坐到那凉眼里头吃。你也热了，别让叫棉袄搁那儿吧。